里的空间。这是我画的哟。知道。你很有天才。很有天才。奶奶以前很会写生呢。哦，嗯，那就像到你了耶。对，你很多这样子就像我，疗伤的。里面的文字是心思。嗯，消阿前的伤口。伤心过止血，那伤口扩大就是，请用干净的布或者绷带紧压伤口。哎，你也跟奶奶会做医生啊？啊？我奶奶很会做医生呢。你叫人家说怎么止血啊？不是吗？这是一个比喻啦，一个抽象的比喻。嗯、很棒哦。这个是用头脑写出来，奶奶以前是写生啊，专门到外面去写生、嗯、奶奶的毛笔字啊，小可爱都写得很漂亮哦，真的、啊、现在就没有写，那怎么下笔，怎么起笔，不像现在在电视里面写的那个毛笔字，笑死人了，这样子还敢到电视里面写毛笔字。写生是看风景发出来的，嗯，你这个是想象中发出来的。对啊，真行哦，有头脑哦。嗯，看谁的孙女啊。对嘛，很漂亮，建立任何关系都像种花，需要播种发芽施肥，还要专心的保养才得以开放。嗯，有概念，这也像到你耶，因为你也会种花。对，没错，奶奶做事情没有一样有劲，发钱拜师学艺，专门靠自己的奶奶想出来、嗯、头脑想出来，做衣服也好，厨房也好、嗯、种花也好，靠头脑想出来的，没有花钱去学的。不像现在的人哦，做运动还要花钱去做运动。我自己这样子做运动，做到顶呱呱的，身体几十年来没吃晚饭，体重没有变，身材没有变，这个才棒，才是真正的做运动的。哇，这个你怎么知道发要这样子修剪啊、哦？我就是。真是聪明聪明聪明，哇，完全跟我的样子一模一样，种花就要这样子，嗯，不要朵就要给它剪掉，像比如说有一朵花朵出来、嗯、那有一个老叶子挡住，那个老叶子就要给它剪掉、嗯、我就会挡住它的花苞、嗯、所以奶奶 一有空就站在阳台里面检查每一朵花苞出来，我就要检查周边有没有妨碍。真的耶，你好棒哦，我都像到你。嗯，对，还好你是我奶奶耶，是，不然我都不会种了。对，嗯，我也要感谢我父母亲给我这个身材和头脑、嗯、真的、嗯、这个是他给我的。嗯，三个女儿两个姐姐就没有像我的头脑，只有我有像到奶阿宙的头脑。哦、嗯、阿宙也是不阿棒的，整个村庄大小事情全包下来。哦、嗯，不管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面通通就 OK。 嗯，阿宙就是也是这么棒的。嗯，那奶奶也是一样，只要到我手里面没有做不好的事情。哎呦，这个怎么搞的？那个你先拿掉没关系，这是书腰。嗯，好棒，我签字了，邮局也好，送宅配的人也好、嗯、都问我说，老奶奶你以前有写过毛笔字吗？我说什么事、你写的字好漂亮哦，这样、嗯、好多好多人就是 说我写的字漂亮、哦、对啊，你的字很漂亮耶。大凯小凯写像普通写字要这样子写、嗯、写毛笔字的时候要吊起来这样子、嗯、这样子下笔，这样子起笔，这样子就完全不一样。破纪录，他就是在拍我创作的一些那个照片了、啊，笔嘛，嗯，这个颜料嘛，嗯，纪念自己的三十岁孟耿楼，还记得几年前因为弟弟的离开，我的心房然后到了另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境界。在我捡回那些受伤的碎片时，写，哇，你也会写文章呢，这也像到你。嗯，对，我也会写，你说疗愈自己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逃避，因为我发现我在专注创作时可以避免自己去想到过往的伤疤，但画的画的我也开始感谢自己，一笔一画与情绪都在每一个流动的瞬间，好让自己没有越陷越深。哇，
这就很对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一活的之后的坐着回头也是一路走来会流泪，我也能够全然地拥抱那个受伤的自己，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每一个想法。嗯，对对对，这样想就对了。这个碗1000块，当然哦，嗯，这是我徐春英宝贝孙女做的坐坐。那你要不要帮大家签名？好，签名。好，拜拜。好。